马鞍山富宝花园上演了莫警察联同食环署十几人强行拉小贩的闹剧，案中的女主角怀疑因为非法摆卖生果，被食环署强行充公货物，但个女人死都不肯，仲坐在食环署车上不肯落车。你放手，你冇假嘅啫，我唔使，我做咁多嘢，我唔使，你俾翻我，你咁多人听住，虽然食环署多番劝喻，但佢继续大吵大闹。